秀水鄉啊，興建201巷，因為年久失修，路面必損是真嚴重，而且還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坑，好附近的居民感覺非常的不方便。在接到民眾的叮嚀了後，管議員杜秀美馬上安排管府人員到現場會勘，要求盡速進行改善。规条道路不是有必顺就是有坑，伫咧民众欢迎了。关于弯道小弟是带着管府的相关人员来到现场会勘。即摆吼，就是拢十几年啊，啊，即摆吼路拢无用啊，然后即拢路拢车拢会去骑着啊，都真紧，嘿，拢驶真紧，嘿，嗯，啊，希望吼，迄、那个管府啊，议员吼，大家拢到用，嘿，熟悉，熟悉，嘿，爱甲抛除哦，爱抛除较迄落个哦，啊，无就是遐迄落较加看，反正把路要把它弄平，啊，无再关节差较侪着，吼，在设计的时候吼，要注意，请包商注意一下。船长指出，这条道路十几年来拢无整修过，居民常常在反映路面坎坎崎崎，而且阁有关节差，唔那真歹行，而且阁容易造成危险。今日非常感谢咱的托议员哦，啊，段长队、团队员来给咱这个亚新街周边这条路吼，这条路呢，十多年无空啊啦，啊，居民哦一直在反映讲哦，高低不平啦，啊，悬的悬，低的低啦，啊，车塞吼，啊，拢会去骑着迄个底盘啦。啊，所以呢，经过咱的托议员来整治了呢，伊今仔日呢，啊，带着咱的这个带班队来看嘛，确实有影吼。啊，希望讲啊，咱即届甲做好事情做好，啊，为了咱地方未来咱的发展哦。接到民众的叮咛，议员托秀美马上请管府相关人员来到现场会勘，并且要求因爱赶紧来改善这个状况。今仔日所起来所在吼，啊，是这个秀水乡亚新街吼，啊，来到这现场看吼，确实。路比较足艰苦的，而且拢高低不平吼，所以讲我特别要求县政府吼，咧施工的时阵吼，一定要注意这个水平。啊，这個、民众嘛咧反映讲吼，啊，咱这厝的头前者吼，会用讲是起伏真，会用讲是真无平。啊，阵啊车过吼，大家无注意，拢会开较足紧的，所以讲吼，这个跳动路面吼，也一定要再加强一下。啊，所以讲今仔日特别招咱这个咱的马行船长，啊，佮咱的杨锦发代表吼，特别来遮关心这个路况。居民表示，路况歹情形已经真久了，感谢议员来帮忙关心，希望路面会当赶紧改善好，好因的处理会当更加安全。新竹华新闻蔡良清秀水采访报道。